这个星期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每天睡觉都没有时间，视频也就没有办法兼顾了，当然也没有时间陪狗子了。今天终于可以在家休息一天。发财要找老头玩，可是老头不搭理他。撸你了，就不要揪鼻子了。挠，组长。你们的公司资料有不？你不要打枪。好吧。对不起。弄什么了？组长，在比烧鹅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家。好了呀。这家有毛病啊。你呼什么了？这呼，呼啊！他好凶啊！玩玩嘛好的，还要玩不啦？不玩就滚，就滚下去。你发脾气来了，这猪头长得了。猪头，猪头，你看你那个嘴，这个嘴真皮，牙结石也有了，嘴巴老臭了。别擦啊！臭死他了！贾家的口水留在我的脸上，现在夜夜如此。他睡得安心，我也是没辙。